大家好，欢迎大家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的名是 Dr. Li 李博士，我来自槟城大三角，现在我住在柔佛州基銮。首先欢迎大家到我的新课程 Dr. Li's Method Revision Level 1 Revision 38 Days Grammar Challenge， 这个是一个挑战。当我写完这本书也印出来了，我就开始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教这本书，每一面每一题每一课，里面有38课是非常重要，在语法每一个程度都要学的，就比如这个 do 跟 does， 小学有读 does， do 有读 do and does， 中学有没有读？还是不用读，反正都读过了。中学也要读，这样子是不是中学读了，大学不需要？没有啊，大学也是用 do 跟 does， has 跟 have， has 跟 have， 做工也要用到，你做家长也要教孩子，所以。就是说一辈子我们都会用这38课，在我们的英文 不管是沟通或者是书写我们都会用到。那我花了2个月60天 upload 60个 video， 这整本书才教完，但是我给人家的挑战是38天，我挑战因为38课嘛，那我就挑战那些买者，我说啊，38天做完整本，那他们做当然可以，因为他们只是写一个准备好的做 的工作，而我呢就要上课1324题怎么办？这样子我就用了60个 video 才讲完，不过还是讲完。因为我本身接受这个挑战，但是我本身无法的完成在38天就完成了，我应该讲是没有少过60天，不过还是做完，是很开心的做完。那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教完了这本书之后还是觉得，难道我教一次学生做一次就会吗？学生的意思就是买者，很多其实是成人。那我就想到啊，不如我来一个 revision， 一个温习这整本书38课。不过里面的题目跟你在看到在白板看的题目完全不一样，只有它的那个语法的那个题目，因为华语全部都讲题目啊，他的课啊，语法的课，好像 past tense、present tense 啊， conjunctions、prepositions， 这个叫做 agreement， 所以他的课是一样，但是他的题目不一样，变成说学生买这本书的人有跟我前面的60个 video 的人。现在可以再更多一次，不过有机会做新的不同的练习，这样子就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然后学生的基础也会比较稳，然后也比较了解比较明白，这样子。因为我现在都已经是开始在准备第二本 Level 2，这38课在 Level 1会出现在 Level 2，它也会出现在 level 3, 4, 5, 6, 7。你就算到了最高程度，这38课是跑不掉的，一定会出现，然后有新的课。那因为我现在在准备第二本，所以我第一本要确保每一个人很熟悉，每一个人基础很稳固，那我就直接到第二本了。OK， 第二本出的时候，我会通知它的进展。我出到哪，我写到哪里，我还是会跟在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报告一下。好的，
我现在跟大家，讨论这个答案，我答案都写出来了，这个是上一次功课来的。我们还是在第十六课 ，agreement， 像我们的这个今天要做的是 do 还是 does， 你都知道 ，I、you、we 和 they， 我们要用 do。然后 he, she 和 it 我们要用 does， OK？ So 如果是 that, T-H-A-T 那一个你就用 does， 因为是一个。如果是 those, T-H-O-S-E 那一些我们就用 do。 如果是 this, T-H-I-S 这一个我们的答案就是 does。 如果我们讲 these 这一些 T-H-E-S-E 那我们就用 do， OK？如果是多，我们用 do； 如果是一个，我们就用 does。OK， 第一题我画线给你看了。Bala 是 he、she 和 it， 我们要用 does。所以 does Bala like swimming？ 第二题 this cat，this T-H-I-S 就是这一个。如果是一个，我们的答案是 does。This cat does not eat meat。第三题 ，the boys 是多，如果是多就是 they， 记得吗 ？I、you、we 和 they， 我们要用 do， 所以 the boys do not play football here。The baby 多少个 baby 一个，不管是 baby boy 还是 baby girl 还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我们的答案是 does， 所以 the baby does not sleep early。接下来 girls。看我画线给你吗 ？Girls 有 s， 如果有 s 就是多，就是 they，I、you、we、they， 我们要用 do， 所以答案 do the girls enjoy dancing。第六题我画线 these，T-H-E-S-E，these 是这一些，超过一个，如果超过一个，我们要用 do， 所以 these bags do not belong to us。第七题 that。T-H-A-T 是那一个，如果只是一个，我们要用 does。Does that hawker sell nasi lemak？ 第八题也是 that T-H-A-T， that 是那一个，如果是一个，我们的答案是 does D-O-E-S。That student does not study here。第九题我画线给你 those。那一些都是多，如果是多就是 they，I、you、we、they， 我们要用 do， 所以 those children do not eat fish。OK， 下来我发现 an 是超过一个，它的意思就是和，所以 Rofi 和 Saleh do Rofi and Saleh cycle to school， 所以呢我们用 do。第十一题 ，Does your father work in a big company? Your father 就是 he， he， she， it， 我们用 does， 所以 Does your father work in a big company 或者 company 也是可以。第十二题 ，Parrot， 你看我发现的是一个 parrot， 一只鸟，鹦鹉，一只鸟就是 it， he， she， it， 我们要用 does。The parrot does not eat rice. 第十三题 ，Mr. Lim， Mr. Lim 就是 he， he， she， it， 我们要用 does， so Mr. Lim does not go to work by bus. My parents， my parents 有 s 就是多，多就是 they， I， you， we， they， 我们要用 do， my parents do not travel often. Oka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上一次的功课我也已经解释完了，那你就看一下你多少题对，如果错为什么，明白一下就行。那这个是新的功课 has 跟 have， I、you、we、they， 我们要用 have， H-A-V-E， he、she、it， 我们要用 has， H-A-S。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填了你的答案。记得哦，当你写答案呢，如果它是第一个字呢，你必须用大写大字母。OK， 这个很重要。
这个符号很重要啊，大小写啊，句号、逗号、感叹号很重要。OK， 所以我的课也教完。像我刚才跟你讲，第二本 Level 2策划好了，要开始写了。Level 1还有货，还有 stock。如果你有兴趣买的话，就 WhatsApp 给我019-7878-299。然后我的 online 课差不多完了，剩下三堂课就完了。完了我就开新班。目前我开的是作文班、speaking 啊、绘画班，还有写造句的班。我建议呢，speaking 绘画还有这个做造句，这两班很好。那如果你有兴趣参加，你也可以开始 WhatsApp 给我了，019或者019-7878-299。OK， 所以希望你给我一个 like、share 和 subscribe， 然后呢，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